来来来，新鲜的 ，freshy。找宝箱的这个在山上感觉特别好玩。那解完这个，我们再去解一下那个熊的部分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，就是在这里。哦，它这个真的很像在跑 rally 的感觉呢。好，各位，汽车。我都习惯在旁边就先汽车，因为怕上面会有人。One 就是 one 就是 one。OK， 来 ，Let's go。哦，走，连续技 ，OK OK， 再补一枪给你啊，咻 ，OK， 没了，一次打三个，好，先看一下字条吧 ，OK， 末日预备者的这个字条，好，史崔克兰先生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如果需要攻击农场，就会立刻告诉我们，然后会跳上滑索，直达到我们的储备场的帮人 ，OK， 所以他要我跳那个绳索就对了，我先来捡里面这个包包。好，我们去跳那个绳索了，各位 ，Let's go！ 哇，搭缆车的感觉啊，好长哦，好长哦！哎哎哎，这个有散弹枪，各位，我还是不想要。Let's go！ 猫空缆车，猫空缆车，哇哦哦哦哦哦哦，这个一个不小心就会死翘翘呢。那边还有个桶子，我们没打到。OK, good job. 哇 ，good job. 应该是要再爬过去的。嘿，安安哦，安安哦，这里要走独木舟，独木棍，独木棍。安安哦，安安哦，这样再跳过去。嘿 ，OK. 这边都有很多子弹什么的。其实如果没有用的话，其实下面也是可以爬起来的。怎样？谁开枪？谁开枪？我们要直接进去那个洞里面，这边好像又回到那个外星人那边了。来咯 ，OK， good job， 哇，好，完成了，真的假的？这关这么简单哦？在里面溜一溜，不过不错，很赞很赞，让你可以花了这么多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有什么点数没有点到、哦？有，然后这个生命值提升，这个要好了，没点了。耶、yeah, ，生存专家的奖励达成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动物用品管理中心。那我们直接过来吧，我们当初来过这里，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移动。咻，距离这边是下山了、啊、哈、哦，那我们其实可以考虑用飞的飞过去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一点。那我先看一下方向是在哪一边，在左边哦，在左边。OK。江罗山，或是用飞鼠装也可以啦，飞鼠装啊，飞鼠装好快哦！啊，飞鼠装这样就结束了。各位看看哦，什么叫做连续技？哎呀，OK， 杀人无声无息，呛了五下才死光光。好，走吧，好来。感觉这个大熊哦，被关在那边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。各位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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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。OK， 动物用品之友中心，没错，先把这个打掉，因为我们没有接到任务，所以不知道到底谁是谁，先解再说吧。他也太夸张了吧，没发现我。好，走了、哦，我要继续进攻了、哦。OK， 我们靠近了，我们靠近了。不行，这样子太高了，我打不到。这里有蜂窝。哎、欸，我糟糕，被发现了 ！Damn， 居然被发现了！想干什么？好，打坏吧。哦，对对对，有大宠物，有大宠物，各位先上去，先上去。哦哦，糟了，啊，糟糕了，来不及了，哎呦，后背又来了，后背又来了。OK， kill 了。
先上去，先上去。下面危险，下面宠物太多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哎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成功！各位，这样子打就行了。哎呀，我们功课下来了。Release, not feed animals。跟他讲话看一下，因为他应该有任务才会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了骑士汉堡，很多观众叫我要用的。你需要一头熊。好啦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哦。这个应该是蛮刺激的，起司汉堡，不杀白不杀。看可不可以一贯穿心。哦哦哦哦哦，凶狠呢 ！Oh my god！ 对啦，就是安尼啦，搞戏搞戏。对抗了，狼与熊的对抗。哦呦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！啊，居然会怕他？怎么会呢？体型比较起来，啊？对不起，我比较强。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. All right， 这个欢也把它解决掉，因为他老是会啊，没打到。你看，我们打掉之后，那个秃鹰马上要过去吃，哎，哇哦，多么那个写实，是不是？这边刚好揭开新的，然后我们要抓到新鲜的鲑鱼哦，太棒了！刚刚有人叫我钓鱼，这里叫帝王鲑耶，钓几条假沙西米耶啊，钓几条假沙西米耶，可是怕会有敌人。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我已经很久没钓鱼了，拿出我们的钓竿吧。OK， 有了。快过来啊！你都要来到我面前了。哦哦，臭花姐嘞！哇哇，14磅哎，有了吗？这样成功了吗？哦，这里算是一个哨站哎。其实我们这样来解熊是跳过一些任务哦，不过也 OK 啦。对，所以这边很多地方都还没开哦，这个地图。这样子，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边应该蛮多敌人的，一个来吧，骑士汉堡，我来了，从这边慢慢射过来，射过来，来了来了，光头哥哥，呵，就是这个 feel， 左边，啊 ，OK， 还有没有啊？没了没了没了，好像还有，好像还有，这个可以上去的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将新鲜的鲑鱼拿给起司汉堡，他叫我们不用担心的，真的假的？就在这里哦，啊？起司汉堡，你怎么了？欸，他真的脖子带了一个汉堡。来来来，新鲜的 ，fresh。哦，站起来，站起来了。他知道啊。好吃不？你要叫我钓你吃？乖乖哦，你乖乖哦。但手怎么咬落？伊讲新鲜的人肉比较好吃。哦。哇哇，各位入手了，哟呼，耶啊！竹子邪教还要来啊 ？OK， 他会听我的吗？不会，我可能要站在上面跟他对打了。糟糕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自己先跑过去啊？糟糕，丢条啊！我要出动了。
拜拜，还没死哦？在哪里啊？哦，我遐弹，遐侪弹袂死诶，哈！齐三宝，你还活着啊？阻止他们！糟糕！哦，拜拜 ！Damn！ 嘣！相信他就好了，相信他就好了。齐三宝很强的。OK。OK。OK， 我还是拿这个比较厉害。最后一个给我打，最后一个给我打。哇！最后一个给我打。齐斯汉堡。摸一下，哇，好大只哦！哇，泥棍棍啊，以前那个可以骑呢，对不对？是那个，是哪一代可以骑啊？我忘记了。现在就可以看啊！哇，我们要骑士汉堡了，各位，那我把那个叫出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说想要看他跟阿布的感觉？阿布来，阿布来，阿布来了，阿布来了。阿布，看屁！阿布，大细只差遮济哦，平平遮尼济。哎呦，有动物了，有动物了，各位！我们让那个熊去了，我都还没讲哎。打架了，打架了，打架了！我们看热闹，追起来！阿布去追 ，Go！ 好了好了，到底是有熊涌的比较快，还是狮子呢？好了，各位，你回来了。Come back， 好啦，各位观众，哇塞，瞬身之术啊！今天我们的野蛮纪元就先玩到这边，我们已经顺利把我们的齐斯汉堡给叫回来了，好吧？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铃铛，追踪我的状态。我们应该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把它破完，好不好？